静宝的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静宝。上视频不是在三门峡买了一个榴莲吗？大家猜对了吗？那个其实是97块钱。对，然后这个榴莲呢，不到100块钱，十几块钱一斤，不知道它到底能开出几房呢？我们现在都很期待，静宝都急坏了，都一路上。哎呦我的妈！来吧。看着是蛮大的，这一个5斤多呢。对，其实还可以，还看着还挺好的。我现在戴一个手套，扎着手了啊。嗯，准备开榴莲，看着是不错的。哎，小心！哇，哇塞，好大呀！这盘子哪呀？哎呦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哇哇哇，这果肉！这个还没熟，这个给可不吃。来，我们看，哇，第一房。这个熟透了，这个熟透，软软的。好大呀！这个没有熟，这个熟透。你看看。哇，这个软软的，肯定会很好吃。这是第一房的肉，3个肉。哦，看。哇，这个更大呀，是不是？对。好多呀。哇，这边还有一房呀。对。哇塞，我们的盘子都盛不下了，你看。对、啊、太多了，感觉这100块钱花的超值呀。什么100块钱？哦，对，100块钱。我以为你说100多。不到100，其实。不到100。哇，这房更大。哇塞。哇，巨无霸呀，感觉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放不下了盘子，等，再去拿一个，一个盘子都装不下，我的妈呀！对，这好像还有一房。还有一房。对，这里。哇塞！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我的肉。没事，一会儿洗一下。开这个最大的这一房的，现在往盘里又拿了一个盘子，一个盘子装不下，这个超级大呀，是不是金宝？对。看看还有没有？看看。没有了。对。哇塞，感觉这90多块钱花的好值呀，是不是？对，好值，超级值，这么多，而且开出了2个超级大的。这开出来的榴莲真的特别的好吃，而且我觉得这97块钱买的特别值。然后呢，总共有6房，然后我等一会儿要把这个放在冰箱里，等一会儿姐姐和妹妹都要来，我们一起吃。好吧。放到冰箱里面冰一冰，是不是？对，更好吃。好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拜拜。